S 前婆婆张兰又出面辟谣了。近日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汪小菲打高尔夫的地方与张莹莹极为相似，两人再次撞同款一事在网上引起热议。汪小菲与张莹莹的关系再次引起大众猜测，还被网友质疑是旧情复燃。更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拿截图去质问张兰，面对网友的犀利提问，张兰直接回应称让他学学新的刑法，十分霸气自信。汪小菲与张莹莹绯闻由来已久，哪怕双方都多次回应没有出轨当小三，但外界猜测质疑依旧不断。直到大 S 今年突然官宣闪婚，汪小菲与张莹莹一事才渐渐被遗忘。这次再次被提及，张兰也出面辟谣了，争议应该就会消停一点了吧。还不知道他将来问到你，你打算怎么回答他的？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您，我都。男人都有一颗脆弱的心，不能再伤害他了。兰姐，拜托了，拜托老少爷们们啊，大娘大妈们，大姐啊，小妹们啊，拜托了。